这国货都在卷营销、卷价格、打商战，就他四三年了还混成这样，埋头苦干，实打实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最近又在偷偷放狠招，看我用完了状态，砰宝。一整个大提升，变干就是你在变老的信号。熬夜加班换季，皮肤不稳定就开始变干变粗糙，干着干着你就发现它喷不回来了。尤其是25加，你逃都逃不掉，它就正好能匹配住你抗时光的需求。之前被我妈反向种草的这个老国货，评论都在夸。最近又用了它的皇后宣娇富彩慕斯面霜，前一晚上用完，早上起来的状态还正在红，哇塞耶！就连我最近天天加班拍摄直播，脸上冒出来这几条干线都不怎么找到。很多抗时光面霜呢，我一个干皮用都觉得厚。但这个皇后牌不愧是经典国货，服务了40多年的各种皮肤，肤感真的无可挑剔。你别看它挖出来是厚厚的，像点奶油慕斯一样，抹两下就已经没了，吸收这一块一点不含糊。而且老国货晒了是真舍得，就像过年回老家，奶奶生怕你没吃饱，好东西夸夸给你炫。双萃精华，冬虫夏草精粹加止血生复合精粹，传统珍贵草本携手硬核科技，专搞你们脸上纹纹的问题。还有多种提取物稳住皮肤状态，补充皮肤水分，改善松弛紧实脸部肌肤，底子滋润了再来淡化沟沟壑壑。我用了一个多月，感觉脸上这些条条道道都不怎么看得出来了，摸上去了也都是紧紧的，实打实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什么好都给你加上。老牌国货，老就老在资历够厚，实力够硬，仗着43年的积累，闷声放大招，跟到个火候们，给你们